好了，卧底，你终于出现了。对，我是老卧呀，我这老卧心理压力挺大呀。我觉得可以在拍图片的时候注意一下，就别太轻浮。现在目的就是要把假的拍得像真的，真的动和曝光过一点，大家就会对那个东西可能就会很怀疑，就会讨论半天。可以。啊，就我们拍一张，其实在这个。他们太难了，你要翻盘了？今天要翻盘了。